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再见。对不起，刚来之前已经先用各境整合平台申请 SNY 数位账户了，不用出门也不用排队，一次满足各种需求，结合消费优惠、客制化服务等超多功能的哟。今天只想跟你说，之后不会再来喽，不会再来喽，不会再来喽。相信我，不是他不想看到你，只是 SNY 数位账户真的太方便了。你看我新买的防撞杆呢，很漂亮吧？你买这个在家里到底有什么用？我们以后买房子的话，如果后面有庭院，把车放在后面，车子就不会撞到我们的房子啦。以后不可能有这种。你自己买吧。你听我讲。相信我，不是你控制不了自己花钱的欲望，你只是少了个轻松理财的 SNY 数位账户。华南银行加 APP 运用 AI 好机制，让你一键理财无负担，早日达成买房目标。华南银行最适合你的 SNY 数位账户。鸡排炸到香酥，我要先洗澡了。刷特制酱，煎炸后烤，口感层次多。啊，台中总，你记得帮弟弟缴学费哦，要到期。好。这额度不够。需核对您的资料，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我姓周，可以叫我 Joseph 的周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38岁。你是骗你！你听我说，不像话！这个是华南银行的视讯服务啦，你看，你看。华南银行 SNY 数位账户为确保您的账户交易安全，数位账户设有转账金额上限，线上申请视讯核心服务就可提高数位账户转账限额。相信我，我们都需要点弹性，你需要一个能给予弹性的数位金融服务。华南银行最适合你的 SNY 数位账户。华南银行